都是車類服務區。剛才的車頭不是凹了，看到撞到壯觀啊，啲冷車，我呢個就撞到咁嘅，哇！冇架誇張，哇！大家小心揸車啊，真係。歡迎收睇《於高捱高》，當鮭魚上雞，我係鮭仔。廣東省自駕遊去到汕頭嘅南澳島，點解哥哥笑得咁開心呢？成個海島都係自然風光，值唔值得去啊？但係點解有啲人講到嗰度咁差嘅呢？而家就去睇下。進入到南澳大橋收費站啊！听小红书讲，好多景点都在岛的右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只是走了右边，回程的时候就走了山顶的风车路，岛的左边我们就没有去了，所以出了南澳岛大桥之后，我们靠右行。找一间酒店，我们看看细节。我们找一间酒店在南澳，刚刚入到来，我好像去了澳门一样，又似澳门，又似长洲，不似长洲，有些路又似台湾，是的，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感觉，好得意啊！呢个南澳啊，啊 ！The next morning， 呢个停车场啊，得两架车啊，真系冇人噶，成个停车场都哇，包冻住我哋，简直！琴日都系得呢架车嘅啫，望住对面大厦，成大厦都望住咯。啊，成个停咗停车场都系吉嘅，我谂最多都系得吉一成住嘅啫。在这边就入住率好一点，刚才我们在下面望上来的三栋东西就在这里，这里有些餐厅也很多，酒店民宿这里超多，其实这间就可能硬住不同人争没开添。这间入了岛之后，我们向左右边走，围着岛右走，其实都大路得一条，如果围着岛走都不难。啊，对面应该是汕头了，那里好多大厦，哇，好靓啊！大陆咧就都整咗好多呢啲风车，风车山都好多地方都有，佢哋都进行得环保得几好，我觉得。睇下几多风车？喂，数过有七廿几只喎。七廿几只？你数咗？系啊，哇，犀利啊！七廿几个风车啊！七十几啊！超壮观啊！其实啊，成个海面都系风车。水上風車，這一次十個啦，那是啊，七十幾個，厲害。這個就是坐電瓶車，在整個島很多電瓶車租，超適合租電瓶車環島遊，很多電瓶車租在這個島，超多，海量，很適合，爛尾了，停了工了，可能新的未賣出，舊的免問。哇，這個諮詢，旅遊諮詢中心都收了檔，看看車吊在這裡。二万啊！海景悬崖酒店啊，呢啲我呢间嘢靓喎，啊，望住个海几靓啊！哇，甜蜜蜜啊，吓你呢度拍拖一流啊！系喎，头先车尾嗰个啊，吹得太犀利啦，揈下揈下，嗰个花花波嚟嘅，人哋唔知又话 UFO 啊！车喺嗰边系啊，系啊，好多风车，好大风喎都。呢個南澳島上面的風車，原來對面岸有七十幾個，好似呢個自己南澳島都有四十二個，哇！超多風車，睇唔睇到啊？放大啲俾大家睇下，個波啊飛走咗啦！哇，好似有啲浪喎，啊！冰淇淋啊，佢有雪糕車噶。第时整架车可以做埋卖咖啡都得喎，我哋唔好卖咖啡啦，我哋卖豆浆得唔得？我中意饮豆浆。哇，有椰子，椰子卖添喺度。哇，呢个现场嘅环境啊！海度水干净，海水。行一行去呢边睇下。初步嚟已经觉得呢度好值得嚟喎，好靓啊个岛，啲水都好干净。不算太多人嚟，因为可能未被污染，好像都很密啊！啲景点都，啲浪都有啲大啊！暂时啱啱开始行呢个南澳岛，好值得嚟，好靓啊！都好密啊！嗰啲景点好像。
南澳島應該要嚟啦。係啊。喺度正喎、啊。哇！有車位。喺度梯嘅喂，喺度梯嘅喎，見到。哇，係喎，幾正喎，後邊有條後梯喎，幾正喎，有人賣咖啡奶茶㗎佢。哇，好犀利啊！依家有裝飾嘅，哇，哇係喎，頂有梯喎，後邊有條後梯添喎，幾犀利啊！我哋就係最初頭想出呢啲 B 型車啊，呢、這個50我都有留意過一排嘅，甚至乎入咗嗰啲群組咧傾咧點樣團購啊。不過嗰陣時疫情上唔到嚟睇車，佢有個廠50喺嗰個廣西嘅，最後而家改變咗策略啦，度度都唔歡迎呢啲大型車。我哋已經改變咗係預咗係揾緊啲好似貨 van 型嘅車，近啲啦，越嚟越近呢個風車啦。嗱，行咗陣間又有一個停泊位俾你影下啦。真係好鬼靚啊！呢個南澳，呢度有架 B 型車喎，呢度有個車頂帳篷添喎，呢度唔俾入啊，就係呢個打卡位啊，風情鎮啊，包得漁船喺度，越嚟越近嗰個市區位啊。但係星期日點解要翻學嘅呢度？係喎，唔知點解喎。今日星期日喎。係咯。喂，可以睇咩啊？睇得望食堂咯，又系又系食嘢喎呢度。唔就啦，又有唔就行咯。哇！呢度中学，哇！睇住中学嚟，佢唔理啊，中学嚟啦，睇住啊！哦，停一停啊，好惊啊！中学都要翻学噶咩？我礼拜日。喺度有个水上屋喎，好似大澳嗰啲水上屋喎。呢条台湾街啊，一辣有几间啦，唔多啦，都系啲小炒。我哋去呢间老汉小吃见图大众点评有讲过下，其他都冇乜讲，好似多啲嘢食喎呢间，地道咁喎。阿大姐又即叫即炒啊，炒得好好味，有镬气，但系偏油吓、啊，偏向油啲。呢个唔错啊，唔错。紫菜炒飯就冇講到咁好，但係嗰個海鮮炒河好正。你點你自己食飽飽，過嚟行下。呢度有個唔知咩井，但係好似好襟行喎，應該唔行啦。呢度都幾多露營車。哦，係啊，呢度係叫宋井啊。啊！几靓，好舒服啊！呢个岛系超舒服啊！这里可以上，可以上去吗？对，哇！这里走下去就是可以拍全景的。哦，要你用呢条梯爬上去喎、啊。这里啊，搵命搏喎、啊。就是上去打卡啊！行上去，佢话望出去嗰个景。好靚喎！如果借呢條梯，下面呢條梯$5啊，呢條繩就唔使錢。下面另一個條咯，睇住啊！呢條唔上喂，呢條唔上。係咯，可能喺呢度上，可能喺呢度上仲易啦，係嘛？一條繩上，$5包來回嘅，$5。不過睇咩咧？睇個燈塔啊，原來。危險啊！哇，睇住啊！危險啊！哇，睇住啊！危險啊！哇，睇住啊！小心啲啊！好驚啊！哇！呢条斜路靓唔靓啊？见小红书啲人拍得好靓，不过我技术就唔够。头先喺呢个斜路顶嗰度咧，就系俾$5爬梯行出去睇嗰个灯塔。跟住嚟到呢度咧，其实一栏好多店仔啊，啲小贩仔啊，喺呢度其实咧呢度啊，有人行紧入去啦，嗰条路行入去就得噶啦。唔使上面爬梯又又驚險，$5一位。呢度其實有路行嘅喎，嚇有椰子檔。哇！出到嚟呢度好風喎、啊，有多羊喎、啊。哎，行咗去裏面食草啦，已經。啊，好多羊啊！頭先啲人就係俾$5上嗰個山頂，就係、是、為咗望呢個三窗燈塔。
好靚喎，就好似沖繩嗰啲景咁喎。哇！哇！呢度就有個唔知咩頂嚟嘅咧，幾得意喎呢度。呢、這個風車細啲咯，個葉細啲啊，細一倍啊。係啊，冇咁震撼咯。嚟到呢個南澳島嘅最近呢個三窗燈塔啊，拍攝到第一實時嘅座機墮機案。墮機案。那個事主話唔係飛出去，講唔到嘢啊！係唔係佢自己飛出去？係個機自己飛咗出去，跟住就墮。一秒劈一好黑心啊！我哋好睇片。哦，飞咯，飞咯，哇！一飞就飞出去咯，镜头系啊，我谂翻唔到去啦，我哋谂清。佢原来系自己压咗落去，佢唔系飞咗落去啊！俾风压咗落去啊，成只飞机。佢跌咗几，直接飞出去啦。佢係直接自己飛出去嘅，原來我話佢自己，因為控制到佢飛出去，自己飛出去有冇油？佢一升起就衝出去啦！我升到高都唔夠高啊！唔係佢未需要升到一個定嘅位置，佢先至飛噶嘛，應該。升到高，佢真係自己飛咗出去啊！機自己落咗山喎，好搞笑。高度喎，除非爬山落去攞嘅啫，而家揾翻。攞唔攞唔翻㗎啦？點攞？唔係啊！啊嗰時咪嗰香港嗰隊搜集隊咪真係落去劈山攞機咯。哇！呢度難啲喎，海崖啊，隨時。你咁賤格，笑人哋，好怪咯！好好在自己講話，我突然間自己一起衝咗出去咯。唔係正常啲高度唔有高啦，唉，冇買啦。只飛機一吹咗墮機喎，竟然真係慘啊！好奇怪，我以為有高手，哇！一夜飛出去，人都好辛苦啊！你就唔惊影相啊？自己我哋好彩影相啊！我见你影得好辛苦，人睇到嗰阵时，唔系肯定唔系啲真系噶，啲真系个镜头冇喺上面啊嘛，肯定唔系啲真系。你平时就叫我飞啊？唔系千零蚊一部嗰啲咯，千零蚊都唔会咁啊！炸嘢真系夸张喎！都唔似灯塔嘅，呢个唔似灯塔，呢个似叫啲奧運杯、奧運獎啊，奧運火把係啊，係咯，唔死心喎，行落去執啊，佢落去執唔係啊，咁中意阿媽，哇，唔好做傻事啊，哥哥，做咩你？哇，只羊喺嗰度啊，係啊，好多羊喺呢度，好多羊喺度，好，我哋翻翻出去啦。翻出啊！你真係好重啊！旅行就係咁噶啦，突然間有啲小意外，小意外都唔係嘅，都大風嚟噶。如果飛都危險嘅，其實唔大風。梗係啦，呢度幾大風？佢肯定係冇經驗噶啦。但係啲風車全部喐嘅喎，唔大風啊！我肯定係冇經驗。你睇佢個，你睇佢個時候嗰個茫然嗰個樣都知佢，係嘛？就隻機自己飛咗出去，點解向住天空嘅？冇啊！影下天唔係咩？你望住地下都影嘅，屌！嘥曬。又睇翻，即系我系咁影住个地下喎，地下好靓咩？我等佢行咗都冇一分钟啊，好似又一笪海边嘅位置，好超啊！有咖啡档啊，有唔止一档添，一二三四四档起码见到。哇！脚震呢个。腳震出啦，系啊，腳震啊，哇哇系喎，好震撼喎呢个位，哇呢度随时会甩嗰啲劈泥，系啊，哇，我以为风车跟住又喺风车度过嘅，我哋影借影呢个海景，不停咁影呢个海景影咗好多次，影极都唔厌，但系现场睇真系靓好多啊，越哇呢个风车又再细咗好多，细只啲系啊，起码一倍啊，系啊，最少一倍细。指引喎，但呢度有42隻喎，呢個島起碼好似42啊，定43啊，唔記得咗嚇，幾豪悍！哇，寫住啊，八座嚟嘅嗰個，好正啊！呢啲生活啊，買咖啡啊，一路邊旅行邊買咖啡，幾正！拍住拖啊，遊呢個南澳島啊，呢兩隻狗，呢度一共有7檔咖啡檔啊！
全部都是车仔咖啡档。喜欢喝咖啡的咩？系咯，流动咖啡档啊！呢度仲有两架喺后面，头先睇唔到，唔知道后面仲有冇啦，可能仲有啊。几超睇下，几识做生意啊？几识得整整个地皮人咯、啊。我喺南澳岛冇时间谂你啦，因为太靓啦。几识得做生意啊？系啊。包嚟好似浅水湾咁喎。要似租喎。半岛假日酒店啊，对出就是个沙滩。不过我哋唔入啦，哇！又系有多车租嗰啲。哇！喺呢个云层度行紧，我哋腾云驾雾啊！我哋几低啊？而家能见到，车都睇唔到前面啊！能见到极低啊！睇唔到喎，超车！哇！有车嚟嘅都，哇！得几米能见到啊？系啊，哇！几米能见到啦？系咯，有几米都好啦。都好多车行嘅呢个山顶路，好山嘅呢个样。哦，近嘅啦，其实，啊，可能经过见到嘅都仲有好多嘅，有四十几个。哇，好似就发落嚟咁啊，睇就跌落嚟啊！靓到啊！云雾里的风车，太靓啦！前面都有少少沙泥冧咗啊，我哋要掉头，如果唔系好危险。哇！睇住啲风车兜兜，真系就俾啲风车包围住啊！但系最衰落唔到车，太大雨出面。落得水呢度，呢度都偷做活动嘅喎。呢度写住严禁偷渡啊，跟住就俾阿三哥发现到真系有个偷渡客，啱啱上岸，而家攞袋胶袋换衫，换晒衫跟住上岸，下次翻海喎，彩虹海啊！碧海、风车、灯塔是南澳岛唯美三大元素。由于天气不似预期，所以我们只是安排了这一日的行程。四面环海的南澳岛属于国家4A 级景点，如果风和日丽的话，相信景色一定会更加震撼。哦，离开这个南澳了，只是过了一晚，下次我们应该要来这里露一露营，都见到有些人露营好正。好多麻鹰啊。好啦，我们上桥之前来这里拍一拍。全长11公里的南澳大桥，桥费几钱啊？桥费90几蚊啊，98蚊好似系，好似系啊，我哋悭翻唔少啊。唔知喎，可能真系冇几钱。上桥收钱一间。哦，开始落雨啦，我哋走人啦，向呢个翻汕头方向。趁天黑行埋条桥咯，即系入入嚟黑麻麻睇唔到条桥，而家睇到啦，几靓条桥。大佬，11公里长喎、哦，好，过去影影先。
沿路呢条桥几壮观啊，望咁远。